大家好，我是梦啊。今天呢，来带领大家这非常炫酷的一个生活小技能啊。贼战，左手呢没有东西啊，右手也没有东西，贼战，硬币瞬间出现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到的炫技就是这个硬币，贼战啊，这叫做滚币啊，摄像机里的经典。当然，如果说你练熟的话啊，这左右手一起来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啊，直接把它拿过来啊。这个首先需要热身一下，状态转的不是很好，兄弟啊，滚币，非常炫酷的一个装逼小技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了，教学环节，在教学环节之前呢，我们要公布一下啊。上期中奖的小伙伴就是这位啊，希望他呢能够在两天之内把电话和地址发给我们啊。接下来呢，进行我们的教学环节。这个滚币呢，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大家看起来会非常的困难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没有那么难。咦，我准备好了啊，兄弟。这个滚币可能不是说你练会了之后啊就慢慢可以的啊，你需要首先热下身，然后呢，硬币拿在你的手上面，推到你的食指上面。但是呢，要露出来这么一点，中指过来，把硬币压一下，然后呢，让硬币在你的手掌里面翻180度，然后呢，啊，一样会露出来这么一点，对不对？要无名指过来，啊，翻180度，小拇指过来翻180度，啊，做得快呢就像这样。这道呢就是滚币的小教学啊。当然呢，如果大家学会的话呢，可以评论一波点个赞，我们一样会把魔术大礼包抽取一位幸运观众送给你。这期就到这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